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12月18号的《观天下新闻》，我是李一凡。财团法人育成社会福利基金会在民国93年接受新北市政府委托，成立了新北市吉贤庇护工厂，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的机会。而工厂坚持生产更多100%天然纯素、不含化学添加物的产品，让所有人都能够开心享用，吃得自然，吃得安心。新北市吉贤庇护工厂提供身心障碍者就业的机会，里头有40位的身心障碍庇护员工，而工厂一直坚持生产更多100%天然纯素、不含化学添加物的产品，让所有人都开心享用。对，一般社会大众而言，大家了解就是说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工作的地方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是借由我们政府有评量机构，然后到适合我们庇护工厂工作的孩子。年满16岁以上，涉及于新北市，然后到我们这边，然后我们给他特定的工作机会，我们就有专业的老师辅导他们在工作的分析、工作的态度养成、工作职能的技术培养，甚至跟家庭的沟通，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，也是孩子来到我们这边所重要的工作的内容环节。为了让这些身心障碍者可以学习职业技能，并且体验与人相处，政府与庇护工厂合作，让孩子们能在这里成长，培养他们独立生活、自力更生的能力。在作业区内，可以看到员工们正在努力的分工作业，将所有的产品打包装箱。有时候会装箱，然后有时候会摇物料，然后有时候会补物料。有上班有钱可以赚钱，如果看到客人买东西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就可以继续在那边上班。然后其实我们的孩子到我们工厂工作的时候，他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他的社群，因为一般他在家里头的时候就有家人，可出来工作的时候跟他们同侪一样的孩子，他们会非常的开心。第二个是他工作上面的，那工作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可来这边之后，他可以借由他的工作能力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，就对他们讲是很大的鼓舞跟成就。第三个最重要的当然是薪资啦，他们会领到钱回家，对于家长或对他们个人而言都非常大的鼓励。年节即将到来，工厂也推出系列伴手礼，今年同样主打低卡健康路线，推出新北庇护礼盒，里头含有凤梨酥、养生黑芝麻以及洛神法兰酥等食品，希望能赶在过年前卖出好成绩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庇护商品，以购买来鼓励这群辛苦的庇护员工。谢凤强、卢卓闯报道。